回送列车，我是刚刚列车等了110年，1月28号，树，哎，那个树林站，树林站9:50，我还在用518加用517连号连挂连运回送列车140B次回送树林吊场的连号连挂连动连转区间车。9:50，然后又有一列普悠玛即将要进站喽。我的140B用518加用517，然后这班是普悠玛即将由 T01加T02022021，就北线看花莲，应该是218次，就北回线看花莲的普悠玛即将。啊，我的877应该了，再等一下吧。也普悠玛自强啊，218次，谢谢哥哥，你就拿吧。真的啊，谢哥哥，谢谢。